混入嗰间学校度 ，Sir， 教书我冇乜信心。冇人叫你扮教师，扮学生啫。扮学生。 你做咩嘢啫？你而家嘢喺我肚腩住。举高啲，我要见你嘅家长。家长，我冇噶喎，冇老豆冇老母冇兄弟姊妹冇亲戚冇朋友。得啦，唔使讲啦，主任，我知点做啊。哎呀，你学佢做咩啊？你依家有冇话俾你听啊？你快啲搞掂佢啊！如果唔系，我用铰剪锯嚟夹爆你个头。 咩脚啊？凌空飞起嗰挺铰剪脚嘅，夹咪夹爆你个头啊！铰剪脚啊，惊未？嗯？提哥大？哦，牛你讲真系咩？答我啊！答我啊！答我啊！又抄书啊？啊！牛你讲真你都唔识，你读咩书噶？吔屎啊！ 你今年几大？我今年咧就十八岁，十八，就嚟十九。不过睇你个样好早熟啊！我俾到地方你打，你忍心打我，你忍心出力打落嚟啊！铁马第一大帮派，系啊，星字派或者星字头都得。喂，靓仔。 行住，大佬啊！你好嘛，哥哥？出嚟啊！信唔信我打爆佢头？<笑><笑>